收啊，终于可以翻嚟同大家分享穿搭嘅部分啦。之前个一连三集嘅泰国 vlog 终于可以出晒俾大家啦，唔知道你哋睇晒未咧？未睇就快啲去睇啦。咁今次咧呢条片我就会同大家分享我喺淘宝买咗呢个秋冬七件好中意嘅上衣啦，咁同埋再推介多两条裤俾大家嘅，两条都系长裤嚟嘅。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啦。第一件想同大家分享嘅系呢件。呢件是星空喇叭衫，咁今年大熱喇叭袖啦，你会见到好多喇叭袖嘅出现啦，呢一件都唔例外啦，佢都系有少少喇叭型，喺手袖嘅部分佢系透明噶啦，不特止佢最出色嘅地方，噔噔，就系呢啲闪灵灵。佢咧影相嘅時候咧，你係真係會睇到有閃靈靈嘅效果。如果咧用嗰個閃靈靈嘅 app 咧，應該會影得好正啦。不過我自己冇買，因為買咗另一個復古 app 啊，G 字頭嗰、那個。Anyway， 咁呢一件咧，佢著落去就係鬆身，成件都唔會貼身嘅，仲要係棉質添，有少少彈性嘅。咁所以著落去咧好舒服啦。如果 on top 嚟講咧，今個夏季咧興幾個元素啦，第一個係喇叭袖啦，第二個閃靈靈啦，唔一定係閃靈靈，係尤其是係絨面嘅靈啦，一陣間個件衫會講到，咁同埋超透絲襪嗰種半透明嘅狀態咧都好 hit 嘅，咁呢一件就符合曬所有嘢，所以我好中意佢啦，著咗幾次啦，洗完都冇起毛粒嘅，所以我覺得呢件咧係抵買，咁呢一件咧我就會襯咗全黑嘅穿搭啦，咁一頂黑色嘅帽配翻一個灰色嘅緊身長裙，中長裙啦我叫佢，咁樣睇落咧都會好斯文嘅。咁如果你話閃靈靈咧，覺得有少少誇張咧，咁就唔好翻工翻學著啦，可以自己出街著。尤其是影相喺陽光底下影相係一流嘅。好，嚟到第二件。就梗係呢一件啦，呢一件咧就係我只係嗰日喺 IG 鋪上咧已經有好多人問我呢件衫喺邊度買。如果你冇睇我 IG 咧，而家淨係睇到呢件衫咧，你唔好以為佢係好普通嘅一件藍色直間恤衫啦，並唔係 G2000 見到嘅嗰啲款啦，而係咧佢係鬆身之餘最出色嘅地方咧就係佢嘅喇叭袖啦。咁佢嘅喇阿弟。佢嘅袖咧係喇叭袖不特止咧，佢呢一個位咧係冇縫合到嘅，反而咧係有兩個鐵圈啦，你係可以穿上呢一條一樣 pattern 嘅帶啦，咁就綁翻個蝴蝶結，就會變咗咁樣啦。咁樣就會好斯文啦。咁如果你唔綁住著嘅話咧，淨係就咁放住我都覺得 OK 嘅，咁樣反而會型格少少添。我而家襯咗嘅咧就係襯咗條白色嘅裙啦。白色的短裙啦，同埋一對靚身的鞋，一對靚身的涼鞋啦，高筒涼鞋啦。咁另外咧，呢一個領口位咧，你可以選擇咧，因為佢好鬆身嘅關係，其實你可以選擇唔扣兩至三粒紐嘅，然之後你將呢個位咧開到嚟呢一個位咧，都會好靚咯。我見到露到鎖骨都係之前一排好興嘅一個著法，我覺得呢一件衫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嘅。佢嘅質地咧係恤衫質地啦，係冇彈性嘅。咁但係我覺得呢件衫幾好，就算我好懶唔燙啦，佢都唔會話好潮咯，即係而家咁樣嘅狀態。佢都係好直身嘅，所以我覺得幾好，唔使下下都要燙啦。如果唔係，真係遲到出門口真係唔得掂。嚟到第三件咧，就係介紹。呢一件咧就同頭先嗰件其實好相似嘅，相似嘅地方咧唔單止佢係藍色啦，更加係佢個袖啦，都係個袖口位係冇縫合，然後有兩個鐵圈可以俾你穿條繩入去。咁但係呢個就係緊身款，就唔係喇叭款，兼且咧佢就係而家我頭先講好興嘅嗰種絨領嘅絨面，你見到佢會有啲反光，著上去咧就絕對唔係咁開嘅，佢呢一個位係會包翻住嘅。絕對不會暴露，我呢啲保守派，同埋佢心口呢個位咧係咁樣交叉嘅咧，其實有啲我覺得有少少隆重添，加上咁樣嘅 pattern， 咁樣嘅設計咧，都幾適合出席一啲隆重少少嘅場合，即係可能去飲啊，或者去一啲。Annual dinner， 我覺得都可以著得到，都好大體嘅。因為我覺得咧，呢一件係真係性感嘅感覺比較多，咁所以我就襯翻條長裙去拉翻勻嗰個 range。咁當然大家中意嘅話咧，係揀翻可以揀翻條黑色嘅
貼身短裙啦，咁就火辣辣啦。跟住咧就係、是、要介紹另一件都係絨面領身嘅衫，噔噔，就係、是、呢一件啦。呢件咧就係、是、我諗佢係灰紫色啦。咁佢咧呢、這個都係喇叭袖，但係咧佢就終於唔係冇縫合同埋唔係綁帶款啦。雖然咧佢咧個手袖位係喇叭啦，上身呢一個位置咧都係比較貼身嘅，會睇到女仔嗰個身材咯，但係唔會話好。會話極貼身咁樣，所以我幾中意啦，著落去好舒服啦，同埋就同頭先嗰件一樣厚厚地嘅，所以冬天著係一流。你可以唔使話一定要著件大褸，呢件都夠暖啊嘛。佢呢件咧就有少少彈性，暗砍咧佢有個直紋喺入邊嘅，咁佢個領咧就其實有少少一字領嘅，仲有另外一隻色嘅。不過我自己中可能因為秋冬咧。始終都係會中意一啲暗沉嘅色，所以我就揀咗呢一隻色咯。翻到嚟我好中意啊，好正啊！之後咧就要介紹呢、這、一個，呢、這、一個其實唔可以話係上衣咧，佢係一件笠喺出邊嘅冷衫，佢勁似以前中學嘅時候咧，無論幾熱都一定堅持要著件背心冷衫。勁似，不過佢係短身款嘅，同埋咧佢呢件衫嘅側面咧有條帶可以俾你綁蝴蝶結嘅，咁我都覺得呢個設計幾得意。點知咧佢嗰條繩咧勁近喎，每一個胸位可以俾人睇到佢有個蝴蝶結咯，所以咧我咧我而家綁咧我就會係綁長少少嗰個結，那個結留翻多啲嘅位置，跟住之後先至綁，即係咁。咁樣綁先至會睇到嗰個蝴蝶結咯，著上身嘅時候。如果唔係咧，我綁到最高，其實我係完全睇唔到嗰個蝴蝶結咁滯。咁整體嚟講咧，我都中意呢件衫嘅，著落咧其實都會文青少少咧，即係好似咧啲著咗上去咧，即刻覺得好有校園氣息啊！即刻咧，唔知係咪因為佢真係好似冷衫嘅關係，即係書卷味又重啲、文青啲，但係其實佢呢個圍咧係比較闊。咁但係如果你話冬天咧著多兩件。長袖喺入邊，然後加翻呢件咧少少鬆身，我都覺得可接受嘅，所以我都推介俾大家嘅，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啦。啊，話說咧，我呢度咧頭先執衫嘅時候咧，唔小心好白痴咁用手指刮傷咗，所以你哋 ignore 佢咯，因為佢係傷口關係，所以我都唔想用遮瑕膏遮咗佢。你哋 ignore 佢啦。好啦，跟住之後要介紹呢套咧就係、是、有褲嘅出現啦。咁咧首先介紹翻件衫先啦，件衫咧真係冇。話我不厭其煩，佢都係喇叭袖嚟嘅。今年好興喇叭袖，其實上年已經興嘅啦。依度入邊有其中兩件咧，我係上年冬季未買，咁買完之後都轉季，跟住就冇著過，就變咗反而今年咧就好適合拎出嚟著啦。好彩佢熱潮越嚟越勁啦，並唔係減卻咗啦。咁咧講翻呢個喇叭袖咧，佢咧係冇縫合到嘅，好大條。好大個袖位都係冇縫合到啦，咁但係佢冇嘢綁住噶啦。咁但係我好中意佢地方咧，就係、是、你會見到我隻手咧好長嘅袖位揼咗出嚟啦，呢、這個位咁樣。雖然係好似古裝啊嚇，但係咧我覺得係真係幾得意。一件就好普通啦 ，casual 少少嘅款啦，同埋咧佢係鬆身款嘅。咁我咧呢一件衫咧就有好多好多隻色啦，我就買咗深綠色呢一件，係棉質啦。咁佢洗完。都是冇起冇粒嘅，都幾中意。咁同埋咧，呢一件衫咧，我就配咗，嘿，另外一條我喺淘寶買嘅褲啦，喇叭褲。咁呢一條就唔係勁嘅喇叭褲，佢只係闊身少少嘅啫。咧我咧就好中意佢下面，佢冇收到入去啦，即系佢冇咁樣收到入去啦，反而係留翻啲碎碎毛毛喺度，我好中意佢呢個設計，因為啲碎碎毛毛其實係有啲白色嘅，佢唔係藍色，所以我覺得咁樣幾得意，有少少唔知點解有啲雪嘅感覺。Anyway 啦，咁同埋咧，我好難得會喺淘寶買到啲啱嘅褲，唔知點解淘寶嘅 model 咧都係會偏向係160。左右或者以下添，咁但系因為佢哋太瘦嘅關係咧，係會影到佢哋勁高啦。然之後咧，啲褲咧你會望落去睇到好靚，但係點知每一次塗咗翻嚟咧都唔啱自己 size， 我試過無數咁多次失敗，所以每一次買褲我都超級謹慎，一定會度曬 size 啦。所以你哋如果淘寶買褲都一定要留意翻呢一樣嘢。咁呢一件咧我係買咗 S size 啦，有時我明明係買 M 嘅嘛，呢件度完好彩又特登度買咗 S size 就啱好，佢個腰圍係啱啱好。是去到我的位置，不得止它的褲長都是符合到我的腳長，所以我就很喜歡這一條褲。因為平時買褲會有另一個問題，就是腰圍就剛剛好，但是褲長就差很多。
呢條褲咧，成條褲嘅感覺都係超級簡單利落，唔係經典嗰啲牛仔褲咁樣，中間有拉鏈啦，亦都冇袋喺側邊啦，而係喺側邊暗揀有一個扭嘅位置可以扣到拉鏈，收埋到個拉鏈，咁就成條褲咧就好簡單啦。因為咧佢連褲袋咧，只係呢度得有一個小小嘅褲袋，但係其實係。是假的，它由這裡開始其實它都是貼身的，那去到下面呢就開始慢慢這樣喇叭出來啦。其實我想它不是喇叭，它只是闊身一點，所以我很喜歡這個設計，很喜歡這條褲，很喜歡。最後就是我新到這一套，那這件衣服就是跟剛才介紹的全部都不一樣，它就是很普通緊身的冷衫，但是它是超級友善的冷衫，它呢領口和這些全部的收尾位呢，它都是有少少好像扮花瓣一樣呢，有少少波浪型的。這件衣服呢，還有最主要是我覺得很百搭，很容易襯，襯什麼都可以。我想介紹給大家的褲，今年都是很大熱的一條鬆身的啡色褲啦。那這條啡色褲呢，它就是有直間的啦，其實呢它是有少少百折的效果添的。那它呢是有彈性的啦，是棉質啦，那我很喜歡它，因為它不焗，它很爽的，那個感覺很清爽，很舒服的穿上身。其實這條褲呢超級無敵汗韓國咯，我覺得襯翻對布鞋又好，襯波鞋又好咧，呢條褲都好容易襯，又係超級百搭。佢呢一個咧就係有彈性嘅一個橡筋褲頭啦。咁佢條繩咧同個橡筋褲頭係有冇關係嘅咧？係有關係嘅。條繩咧唔係假嘅，條繩係真係呢個橡筋褲頭入邊穿咗出嚟。咁所以如果咧覺得太鬆啊，或者太緊咧，這個橡筋唔夠綁咧，太鬆咧，你都可以用翻呢一個蝴蝶結綁咗去嘅。它的尾都是闊腳褲的設計，就沒有剛才那麼喇叭了。還有呢，這一件好的地方是呢，因為它直筒有個暗坎的百折直筒紋，所以你穿了下去呢就不會覺得說個 pat pat 會很大，因為你平時的鬆身褲呢很容易穿到 pat pat 大的，尤其是呢那些鬆身褲的設計是由腰圍開始已經開始斜下去，那些就穿到 pat pat 很大，所以呢它穿了上身就不會有個 pat pat 大的效果啦，兼且呢你又可以穿得自己舒舒服服啦，咁所以我好中意呢條褲，太好啦！今次終於可以一口氣介紹曬個秋冬季龍啦，幾次揀咗都幾中意嘅呢七件上衣啦，同埋兩條褲，兩條褲都好唔同 style。我都挺喜歡的，不知道你覺得怎樣呢？你喜歡的話就記得在下面 inbox 裡看條 link 進去買啦，全部都不貴的，全部都是50元內，記得自己要量尺寸，條片應該會出冬季大褸的 outfit， 或者可能是去韓國的 vlog。 你們想看什麼片的類型呢，你們都可以留言告訴我知道。大家在等片的時候呢就可以 follow 定我的 Instagram 和 Snapchat， 那我們在裡面見啦，拜拜。我記得價錢全部都不貴的，我記得價錢全部都不貴的，好像是50元留下就有的了，50元留下就有的了。